有諗住同師傅講話，我呢其實想繼續跑呢隻馬嘅，因為上次你贏開嘛，有冇諗住 keep 希望都可以爭取到個水權啊？好難講啊！好難講。好啦，欢迎大家嚟到我莎拉嘅 YouTube channel 啊！今次啦嚟到下半集啊，同我潘明辉啦嚟倾倾偈嘅，呢个唔系一个访问嚟噶，我哋喺架车里面，出边而家俾人啲塞车，所以我哋又停咗喺路边。其实你最眼瞓嘅时间咧，除咗晨操之后，你大概几点会比较攰啦？晨操完即刻瞓觉，定系你会去即刻做 gym 操体能？我好少瞓觉啦，而家你好少瞓眼觉？系啊，好少瞓眼觉，通常夜晚早啲瞓，早啲瞓。早啲瞓，瞓一覺咁樣咯。你夜晚通常幾點瞓覺？即係講，係啊，講啦。喂呀，講下啦，你知道都好啊。肯定夜瞓啊！你咁講，肯定夜瞓，然之後扮曬我。standard 同我嘅 standard 唔同咯。我凌晨四點先瞓啊！我自從拍 YouTube 之後。係啊，咁你可以直接翻工。係啊，我就係咁咯，所以我對眼而家好紅啊。我諗你應該12點。早啲啦，早啲啦。做咩要咁神秘啫？九點鐘瞓覺。瞓咁冇九點咁早。咁啊，你當每日瞓6至8個鐘啦。哦，咁都幾充足喎。6至8個鐘。有啲估唔到喎，真係。你其實你講賽前做呢個影片功課啦，賽前功課你大概會做幾耐時間？賽前即係跑。接完馬之後係啦，跑之前嗰兩日，你都會睇嗰場頭先咩對手嘛？我哋上半集講到，你會花幾個鐘去？咁我冇咁誇張我自己。咁因為有好多馬已經，你香港千幾隻馬，好多馬已經腦海裏面有個印象，你純粹係播出嚟，跟住你就係睇翻你未即係可能跑得少啲啊，或者係你對佢冇認識嘅馬，你會比較睇，因為你有好多舊馬，你都已經知道佢係跑快點，佢有冇前速呢啲係大概會知道啦，係啦，有啲唯一係睇係比較。跑得少啲啊，嗰啲馬咯。哦，咁啊，好多朋友都成日有個固有概念，就係覺得喂，啲馬去到而家季中階段啊，之前季初跑得好啲馬，一路跑落去6、7場，去到季中有少少滑曬牙。其實你點睇嗰個公眾嘅睇法呢？即係會馬其實去到季中階段，如果跑得多咗，個戰鬥力甚至評分加咗，都可能冇季初一路 keep 住咁好嚟得即係咁吸引大家眼球。呢個跑多咗係會。跑得多可能你運動員你即係過量運動你都會攰啦。係啊係，冇錯。跑多咗係會有少少，可能有啲馬係體力冇咁好，係可能需要唞一唞嘅，可能口中講嘅滑曬牙，滑曬牙。係啊，咁啊，可能要俾佢去小休一下，先至再跑，可能會更加好都唔定。咁啊，講開其實類似呢啲咁嘅例子啦，我心目中都有幾隻馬係想即係同阿 Matthew 傾傾偈嘅，一隻就係陽明高高啦。陽明高高咧，特別係陽明系嘅馬啦，今季都一路咁樣頻密咁樣出擊嘅。咁啊，其中一隻經理手就係陽明高高，今季都跑幾多場噶啦？你又點睇佢季中階段嗰個 form 會係點樣？佢個 form 其實佢因為佢都用咗後生馬啦，咁佢有冇跌嘅？佢係保持住個 form 嘅，咁但係咧佢跑得多反而冇咗一個新鮮感，冇咁好前速，咁變相慢腳咗，加埋最近幾次我都喺慢咗集，佢有少少喺集度喐喐地慢咗集。哦，呢個係唔係一個習慣嚟㗎嘛？但係佢有機會嘅，佢之前都有，但係我近呢兩次我。係唔知係我問題啦，咁佢慢咗。但上次追好多喎，上次係啊，追好多，我有少少估唔到，因為咧我去到季中階段，我都覺得啊，都跑咗咁多場啊，即係近呢幾次都近住翻嚟，但係咧就夠唔夠贏咧？我自己會重新再評估一下，好似上次都仲係有少少即係出閘嘅時候唔係好夠 sharp。跟住翻步都慢腳咗，因為冇咗種新鮮感，可能。加翻去1650都唔定哦 ，OK， 因為見到佢前速已經下降咗啦，係啦，即係佢本身有嘅，但係變咗好似降低咗啦，已經咁可能需要增程或者需要
一個 fresh up 咁樣咯。其實咧馬咧就好似人一樣啦，你一路重複做同一樣嘢咧，你都會有嗰種啊，即係又重複啊，日日翻工一佔都覺得哎又要見老細啊，咁好似都悶悶地咁樣。馬咧其實係咪都認得人同埋清楚自己做緊啲咩咧？會習慣方面，有時候佢會知道自己競賽又再跑翻相同路程嘅時候，會俾唔到個 kick 俾你啊？你要問下。我要問一下隻馬嘅，嗱我有噶，我啱入行第一年啊，我即係落到跑馬地馬場，俾支麥隻馬噶，佢咪就好似紫菜福星咁點頭咯。馬場贏啊，講聲嚟聽下喎，贏鴨頭啊，贏啊，哦贏 ，OK 贏 ，OK， 咁係咯，佢答咗，當係答咗。咁樣都得，即係大家都要衡量一下，其實馬嗰個新鮮感同埋之後嗰、那個、理解馬方面嘅動態，實有少少影響嘅。咁你同一個場地，同一個，即係佢都會跑到有少少係，可能係有啲係跑定咗，有啲係跑到已經厭厭地咁樣，可能你轉下場地或者係轉下配備，新鮮感幫到啲。即係唔係後生啊！即係我話係嗰啲幫咗，係啦，跑慣即係太習慣得太多次啦，可能真係有新鮮感幫到。嗯，或者你轉完，我唔知啊，呢啲練馬師嘅決定啦，係啊係啊，我唔知啊，但係有幫助嘅，有啲幫助，有幫助嘅，有啲有唔係全部，有啲有幫助。OK， 咁頭我哋上集我講天使啦，頭先剛剛我講陽明高高啦，有兩隻馬近期咧，即係都可以即係理解一下啦。嗱，威廠咧今季希斯接咗手之後，都一路近漲翻嚟嘅。嗱，無論係前仗大前仗都好啦，直路佢冇乜位俾佢衝嘅，帶到上場啦，我見到佢都係全面望空衝落去咧，都係輸俾全彩嘅。咁嗰場跑過第五，你又點睇佢今季嗰個進程會係點樣？佢哋即係練馬師佢哋啦就。誒覺得只馬係應該係呢個路程嘅千八二千嘅馬嚟嘅，佢覺得咁佢可惜嘅係佢比較個衝刺力比較短，上次前一仗咧少少擠擠咗咗咧遲衝刺咧，反而咧嗰、那個衝刺就更加好，好咗啊，係啊，咁你早望空佢衝咗之後唔、可以。直到終點咯，哦，唔可以去到 last， 即係我哋可能發現到，可能佢係衝刺力係比較短啲，嚇、啊，所以就隱隱埋埋。如果有馬可以帶到佢，即係佢唔使咁早望空，有馬可以帶到佢去到 last 三百零位，先至開始慢慢望空嚟衝會。我諗會比較好啲。嗯，睇下要 keep 住阿威廠，希望佢今季都繼續加多個好表現啦。最後有一隻啦，就係宮頂。嗱，宮頂一出即勝啊，即係近期嗰個賽事啊，跑嗰場一千。其實見到近期啦，潘頓又好早前同佢試咗幾課習啦，只馬都交到幾好嘅前速嚟嘅。咁但係一出嘅時候就交咗你手啦，一嚟就贏咗啦。係啊，我都係。後備係咯，咁啊潘頓要跑阿彭哥只馬啦，有其他馬要跑啦。咁我跑學賢啲馬，我唔知道我會跑啲咩馬噶，佢唔會同我講噶。係咩？即係佢會好似係佢 send 俾我可能佢問我呢幾場有冇馬跑，我就係答有同埋冇嘅。跟住佢俾咩？佢俾咩？如果冇我就跑噶啦、所以我都係喺報名出報名嗰刻我先知道跑呢支。哦，咁都係你係一個幾隨時候命嘅。唔係，因為佢又唔會話好早咁樣嘅。好 last minute 先同你講。即係早幾日啦。咁我早幾日即係報名前嗰幾日問我，咁我通常如果我冇乜馬跑，我都應承嘅。哦。即係無論跑開啊嘛，係應承開就即刻好爽快同佢講話，我跑咯，我 OK 啊咁樣。佢一時時會講，一時時唔講咁樣。一時時會講，一時時唔講。咁你每日都好擔心咯，好似有少少望天打卦啊！今日咧，師傅會唔會俾馬俾我跑呢咁樣。都有少少。有少少啊，有嗰種不安全感喎。天蝎座唔會咁驚。其他就會話俾我知嘅，咁佢又一時話一時唔跑，又唔係咁好意思問下佢。啊！但係宮頂呢只馬似乎個前景應該都唔錯啦。佢後生馬，咁佢同合衝共濟嗰個 Susa 係嗰個種，全部都係有啲速度啊，組數有啲速度，係啦啱跑開頭啱跑短途嘅馬嚟嘅，咁我即係我哋都會對佢初初有少少期望嘅，咁贏唔贏唔知啦，咁係會有期望佢會跑得好嘅，咁結果好彩咁贏咗啦，跟住。之後會唔會都 keep 住跑呢個路程啊？佢應該會 keep 住跑一千一陣，可能
遲啲會千二都唔定。我遲啲會加多二百。睇佢決定，但係佢千二，我覺得佢可以 handle 到。可以 handle 到嘅。有諗住同師傅講話，我咧其實想繼續跑呢只馬嘅，因為上次你贏開嘛，有冇諗住 keep 希望都可以爭取到個水權啊？好難講啊！好難講。佢個啊！盡力。盡力啊！睇下師傅到時話俾你聽，有冇即係係咪跑呢只啦咁樣，即係冇得自決定嘅喎。咁都盡量爭下，因為我見到你今季表現都幾正面啦，即係二月七號嗰日犀利啦，一日三面啦，紅運飛鷹、紅鑽勇士、榮彩大道，二月七號一日三面嘅，犀利！我見到你咁樣，唉，唔係要點樣？唔係要點樣？我希望咧，我要咁樣，咁樣咧，嗰日都犀利啊 ！keep 住一嚟就即係立咗三場啊！我見到今季環騎師都唔錯啊，連場守護啊。係咯，即係有冷有熱啦，即係我哋騎師嗰啲都唔會睇賠率㗎啦，盡力去做好自己嘅本分去騎啦。咁嗰日嘅心情應該特別好啦，嚟緊都好有機會，希望都可以 keep 住一路三面啦。你嗰啲馬坐騎係咁好啦，好，我哋而家一路咁樣兜翻去先，因為都嚟到去到 last 嘅時候啦。嗱，其實咧做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好多華將都有個夢想嘅。就是想做華將一哥，你睇翻你今季嘅成績啦，你嘅成績一路咁樣逼近何澤瑤喎，哇，爭好遠，爭好遠咩？一啲都唔遠喎。其實喺度季初階段訪問你嘅時候，你都話啊，我覺得阿 Vincent 係一個幾好嘅學習對象啦。咁你又點睇自己嚟緊嗰個動向會點咧？因為我當係俾一個限期你啦，你覺得你自己幾多年之後可以做到華將一哥，或者可以去到 Vincent 嗰個階段咧？要啲時間，要啲時間，嚇，係啊，時機到了就係成功之時㗎。爭同佢爭好遠，我覺得佢真係犀利嘅，我自己真係真心欣賞，好欣賞。係啊，但係你同阿因為其實頭先我好早期嘅時候都有講過啦，阿威哥咧都有俾唔少個坐騎啦，俾佢跑嘅，俾咗唔少坐騎俾佢跑嘅，咁會唔會大家在爭取同一個馬房的實力上面都會有一個的競爭在這裡呢？我又沒有，我又沒有問威哥我想跑什麼馬，我想跑什麼馬，可能很多時候可能都是漏出來給我跑，漏出來給你跑，連威哥馬房都是這樣。是啊，是啊，那啊，那漏出來都不錯，我成功漏出來都不錯，有時好過一早定了一些，即係暫時你不會去俾一個限期自己啦，希望可以繼續直逼啦。因為跑好自己先啦，都未話好穩定嘅表現，係咯，仲係未有穩定表現跑。你太謙虛啦，實在。唔係，咁自己知自己跑成點樣。嗱好啦，今日我哋去到呢個階段咧，都傾得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嘅支持啦，亦都多謝 Matthew 咧嚟參與我呢個節目度嚟做訪問嘅。我咧有少似好似學緊揸車咁樣，佢有少少呢個，佢有少少啦，我唔係咁差㗎。我下次唔應該喺呢個繁忙嘅時間嚟做訪問，不過你俾時間，我俾時間，我揸車唔係咁差，我 OK， 我揸車完全 OK 嘅。好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希望大家去好緊張，希望大家 like、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生啦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啦。我哋下期再試，再同大家傾個偈啦，拜拜。